疑似毛晓彤爸爸聊天截图曝光，欲筹款找媒体扳倒女儿。网曝疑似毛晓彤父亲聊天截图，他表示正在筹款，打算联合一线媒体推翻毛晓彤，还准备带记者、律师、证人等去剧组开记者会，逼女儿出面。此前，疑似毛晓彤爸爸曾在某档节目中向其索要5000万天价赡养费。有媒体就此求证毛晓彤方工作人员，对方暂不回应。